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有时候那种单一个案都是买到鸡网比较衰一点的，所以再观察一下。我应该观察到这礼拜六日吧，观察完后应该就可以出发前去购买了。刚1500啊，怎么打？基本上都是等第二批，第一批的要么就是爱炫，要么就是炫富，也不是，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。要么就讲要讲贴贴动态之类的，但我觉得第一批很没有必要，再观察一下。怎么都不抽篮球？因为还没抽啊。永远在用篮球。点点点，其实力都蛮强的，这中锋有点菜。太漏太多这个了吧？漏了八分哎、欸。
炸了的。到底是炖人肉，篮板也炸掉，我天啊！连捡球都不会。哦，快中锋了，这是怎样？立松玩的蛮好的，也快被这中锋搞到中锋嘞。完了，刚讲完，想拼这个开球的超级。拼个被动球，啊！你丫再落一颗一点，我就他妈的尴尬了。哇！还好，差点扔麻了。完了，这重停没给超，抢回来是怎样？真的快被他搞到中锋了。机会，只要那个超杰就可以。哎，有人在建哦。干没进。哇，他挤了，他这球顶不进的，他传给我就好了。我这球会进的时候。干，这中锋服了。